老板，我没有来洗衣服了。哦，原来是可爱痒痒兄妹啊。对了，记得最里面那台不要用哦。奇怪，这台跟那台都不能控制耶，换最后一台好了。可是哥哥，老板不是说不要用最里面最后那台吗？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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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喂，我不是说过那台不要用吗？是谁洗的？不是我，是哥哥洗的。妹妹，你竟然出卖我！